在你们回家途中突然传来了一群人将你们打晕，结果就抢蛋糕逃出这里并消灭凶手。隐隐听到一句话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麦乐风小铃铛。 Hello 小伙伴们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你做我玩系列搞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玩的自然地图叫做坑爹大冒险，作者微凉助手，守住梁威啊，梁威助手，不是，作者叫梁威，助手叫 RM。 哦，不是，为什么他下面这个告示牌又说其实作者叫微凉，你到底是梁威还是微凉？神经病啊。感谢榆木当领小领游玩，此地图叫做坑爹大冒险。于是看看天花板什么颜色，不就是绿色吗？咋地啊？请开和平游玩 ，OK 和平。看一下中间踏板，不要踩，我非要踩。你这小人得志真的是你是个傻子吧？怎么你傻不傻？你傻不傻？剧情看一下，今天是小铃铛生日，突然发现蛋糕店在做活动，叫做坑爹大冒险，你们便参加了。便为什么你过个生日我要来参加这种什么活动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要乱点行不行？开始游戏，途中手动设置重生点，看一下熟悉的初恋，就像我这种高玩肯定一次过。哼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切，哼，说一比一，自动跳跃给它关掉。哎，上面好像顶头了，回呀，这傻子要掉下来，哎，这傻子没掉下来，回呀，可以的哦，有个按钮，回呀，箱子你翻了吗？可以的哦，不进夸，没有，它这个地方有洞的，你看，回，哎呦，回来了，真的是不进夸。你个小婊子！哼，不惊夸。哼，是不是要？对不起，是不是要皮？那边有个箱子。空的，你过得去吗？按钮呢？你不是发现按钮了？走，新掉水立方。哎，看一下在哪边？这个位置。这里。那明明是青金石，好吗？哎，看一下哈，是男人就一定要重，差一。那是个玻璃，那是个玻璃，坐着你个大玻璃。那边，就那边有四个小方块。对，跳到这里面来。对。哼，一次中好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哎，真菜。第二关，这是坐着男的女的。鬼知道呢，作者身上怎么这么多点点呢？讨厌。搞得我情不自禁的想摁下去。这个傻子，自己玩自己都可能可以玩一年的。
嗯，简单，你说你有什么用？我们怎么没用了？第三关，听歌词答题，是不是似曾相识？这叫借鉴，不叫抄袭。嗯，怎么听歌词？假如我一袭红衣，必为国家举战场。什么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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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卧红妆。这首歌我听着看着好眼熟哦。我走在长街中，听戏子唱京城。尤金。我走在长街中。窗外雨潇潇，晨风吹散了谁的梦，离不开你的种种有何不同。青丝，不对，呸，青红肯定是演员啊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。这什么撑伞接落花，看那西风瘦马。嗯，香娜开玩笑，哼，哦，这样唱的呀？走喽，这个简单嘛，简，好滑呀！刹车！左，好，前，左，破船，左，这个破船，前，对，这个要慢点控制，这不就过来了吗？哼。开玩笑，翻箱子，有的箱子是致命的哦。一般有那个，作者就你这智商想坑我啊？异想天开吧？村话小能手，哼，村话是不可能蹭的，我告诉你，哼。那个傻子继续找吧，瞬间伤害药水，这应该不是。哎，这边，等一下，别打我，有一个那个楼梯，有个箱子，有个拉杆。你上来呀！我就不，你踢逼我不就行了？哎呦，我的天后！我不，我塞在缝里待着，我不上去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是不是有毛病？你说你咋上去？你拿船干嘛？你以为你拿船就能让我上去的是吗？真的是有病，TP我不想。跑反了，傻子！哦，这一关了是吧？拉杆给我呀！放哪儿呀？你给我呀！哎，我的妈！你们完成了闯关，拿到了店里最大的蛋糕，点击按钮回家。回你个头啊！不回去了，在那吃不香吗？哎，我看到了，别动，快过来，哥哥。你看，哎，拉下那个拉杆，对，这里有个门。哼，嗯，在你们回家途中突然传来一群人将你们打晕，结果就抢蛋糕，逃出这里并消灭凶手。隐隐听到一句话，牛逼计划就用他们做实验了。牛吹啊，谢谢。嗯，叫我们两个做实验吹啊。不太适合吧，哥哥，好歹我属牛，你也不是属牛的呀。嗯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等一下，远远的看到这里有一个坑，哼，翻墙小能走 ，nice， 漂亮，秀啊！我觉得可以这样子，把东西丢过去。你别细腻，哎，菜啊。找箱子或者找按钮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这里怎么会102的钥匙？应该是被老鼠偷走的，走吧。啥玩意？102的钥匙啊，这里怎么会有？老鼠为什么偷102的钥匙？
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把它拆掉啊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这是什么？一零二，快走！这不就有个箱子吗？日记看一下。他们太凶残了，我要逃出这里，再也不进来了。西征。上面有一个警卫室的钥匙，哥哥。我是个傻，我是个傻子吧？我还我老老实实翻到三十页，哦不对，五十页。警卫室在哪？直接放这里逃出来不香吗？打烂你的狗头！哎呦，作者，你这智商就凭你这智商，我的天，你还想坑我？我就想看看警卫室有什么东西嘛，真的是讨厌死了。真的，作者，你这智商，哎，也没谁了。哎呀，我这警卫室还算豪华的嘞，哥哥。什么食物？不就是打僵尸吗？这些打僵尸的好吗？僵尸嘞？和平模式游玩，僵尸个屁呀、啊！他不是说要和平模式游玩的吗？你这和平都是锁住的好吗？哎，作者这个智商真的是绝了呀！谁说不可以打的？你给我滚！滚！是不是狗屁？没有。铃铛美，干嘛？我就问你进不进菜。来吧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的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